Hello guys, welcome to Tiro Studio， 我是 The Boy。娜娜喵，你忘记接了吗？是吗？嘿呀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娜娜，对，耶。耶，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来玩新月，没错。新月。新月。你要看小白一直在被攻死。哦、oh!。你看，我们现在队伍都超多人，可是我忘记基本上是在哪一个了，完蛋。被卡时间。哦，这个应该哦，对对对，时间 ，Go！ 哎、欸，是的，是这个吗？是啊是啊、哦，这个玩了一个小时多。对啊，这边、啊、可怜的妹子，目前一个人。被那个随时要这边来的外地的。对啊，现在一个人在这边，好可怜哦。不要难过、啊，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。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听说那个什么灯右上角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三？那个是生命值哎、欸。我之前就跟你讲是生命值啊。我先设定一下播放装置啊。不是这个，游戏的声音有点大声，混音模式在哪里、啊？找到，把游戏的声音调小一点。好、，OK， 搞定了，应该是蛮好听的。好难过，我讲话小白都没在听。有啦，只是我忘记了，因为这个灯居然在这个地方，看起来像一整个章节的一个目标。好，那再来这个妹子要怎么走？好像没有路哎、欸，这个小哎、欸，笼子中间有着图案与文字，不会吧 ？No， 又来。犬龙鸟虎兔，这应该还蛮简单的，只是需要想一下。什么鬼东西啊？犬龙鸟，不是犬龙鸡虎兔，就是十二生肖吧？翻书。哦，对，书。书在哪里？携带物品，密码笔记。龙。下一个。哦，这边好。这个字有点模糊啊。刚刚第一个是犬嘛？犬是哪一个啊？不对，这边没有动物的名字。下一个吗？不对，就下一个吧。这是星座，下一个是这个。但是，丑送，这是时辰吗？时辰感觉像时辰，可是看起来又不太像哎。时辰的话，我就不懂了。但是应该是那个吧？看一下提灯，好吧。现在就这样被两边黑黑的东西夹在正中间，真是有点害羞啊！现在只关了这三个人，可恶！中间那个人很享受，所以你还是要破密码，快点！那个泥类很享受，可恶！为什么不是我？不公平！再来看一下书，哎呀，不对啊，不是看你、啊，有没有办法看下一个人？也许可以，没有啦。下一个，我不要看你啊！下一个，不行啊！所以那是女主角。星座跟时辰，刚刚那是星座，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哎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稍等一下，我们来好好的破解这个西方密码啊，不是东方密码。这是东方吗？西方东啊，中方密码。Hello， 我们回来了。我们刚刚找将近快要20分钟的解解的，然后我们发现呢，其实。不算是完整的解啊，只是它的那个字模糊的话，我们有到网络上查到那个，就是它的字有清楚版。那我们看到那个后面的数字呢，感觉上就是将它的数字有做，就是书本的，不对，不是你，就是这个部分，就是它的数字有些被涂掉，然后只要将它的数字加减乘除起来呢，就可以得到密码。那首先我们要写一下这个，犬龙。那不是鸟，那是鸡。犬龙鸡虎兔，犬龙鸡虎兔，犬龙鸡虎兔。我先记一下笔记本。好 ，OK， 犬龙鸡虎兔大概写一下。OK， 好，那么就开始想，等一下不是这个，不、oh, ，no， 我点错，怎么点？X， 这个好，看一下啊，第一个是犬嘛。这个数字的话是1934，然后我现在忘记一件事情，我忘记把那个加减乘除一起写，居然我错失两集了，加减乘除也要写啊。先乘除后加减。好，先乘啊，对，没错，要先乘除后加减，写一下加乘减乘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不是鸡吧，是虎吧？是什么牛吗？虎吗？那个是没有，那是马不是吗？那是马、不是鸡哦。马吧，
马哦，感觉上那个笔画就写得非常潦草。这个马吧，马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暂停下来，给我们计算时间吧。Hello， 我们又回来了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截断了这么多次啊。那么我们终于找到那个密码，就是先乘除后加减的话，就是呢，1928去乘以1918，但是先把它乘完，然后去减掉1890去乘以1915，就是这个部分。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按错了。好，在这边。啊，不对，不是这边，是这个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两个相减之后呢，再去加上1934，那么答案就是80488。不，到底对不对呢？应该是对的吧。八零八八。哦哟！锁松开了，惊叹号！密码的笔记也突然间消失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那个笔记啊？屏幕暗了。灯光，哎呦，瞬间移动，你怎么过来的？你怎么过来？没有门哎、欸！天啊，这个女的真的是有够神奇！哎呦，巧克力的门，要进入美食天堂喽、啊！好黑哦！哎呀，有的灰狼，等一下，有没有书啊？你看那边有妹子，哦哦哦！过去看一看，她跑掉了。No， 我要找到记录，这个是记录的书吗？哦。是手记，看一下，希尼斯又是他，要翻阅吗？翻阅，当然要翻阅啊！已经到了夜晚，消失的月将魔力送达这里，在仪式之前画上魔法阵，将所有的器材都配置好。他是想召唤什么东西啊？在桌上有个百年前就伫立在那的水瓶，只要将它上装上瀑布的泉水，就可以准备完成。哎呦，听到水的声音，你有没有听见？我将听得见啊，哥哥。好吧，你需要更大的喇叭。我用这次耳机就行。不要难过，要拿吗？当然。哎呦，恢复五哎，真的是生命啊，真太有用了，有点恐怖哎。现在有四条路，你觉得要走哪一条嘞？哎，四条吗？哎呦，先找一下可以站的地方吧，要不要？中间吗？你说中间吗？嗯。如果在该改口的地方啊。该口的地方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再有危险，就把这个推倒当路障吧。真的有用吗？哦，他说如果有东西跑出来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拿来推倒，只要时间来得及。这应该也是一样。哎，什么？铠甲先生救了你，先生？你说走这边吗？嗯，不懂，加油好吗？那就走咯，一步一步向前。加油，妹子，我们都在这里陪你。等一下，有点暗，有点暗。冲啊！哎呦，传送了！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现在发现这个名字叫无尽的回廊，那表示我们走错了吗？是这样。嗯，那怎么办？换这边好，因为他这边有铠甲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推倒他。走吧。Go！ 哦，哎，也是没有用的。这边好像没有其他的路，只剩三条了。你觉得嘞？那里空？再走一次右边吧，我觉得。右边这边吗？嗯。Go， 反正他们三个。右边。哦。最右边哦。嗯、可是这边去过了，那边没有路哎。再走一次试试看啊。再走一次吗？好。一样啊，回来了。奇怪的。铠甲先生救了他，那表示他是好人。往这边走。天啊，他每次这样走的时候都有点害怕啊。怕的。只剩两条了，那就每一条测试看看吧。不要犹豫，哎、欸，只剩中间这一条了，难道？没办法。不要走一半然后死掉、哦。拜托不要！哎呦，哎、欸，等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是等等，是这本书本来有流血吗？这边，哎、欸。居然这些路都不没办法移动啊，不能走，怎么办？还是要回去看看？哎、欸，还可以回去。但是我记得回来就没有路了、啊。对啊，没有路了。对啊，没办法再前进，只好往这边走了。嗯，还是说他走路不能跑，就是按着直直的往前。你试试看啊。好吧，那就。Go， 都不要跑，慢慢来哟，慢慢的哦。哎呦，不行，
还是没办法通过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巨乳兵那边有问题，开个有一个少女停过那一边。哦，这个、哦，我又来到这个令人奇妙的地方。他觉得我好神，真的，他居然走到那个墙壁那个死角，这个游戏 RPG 就这样做的、啊，太过分了、啊。他奇怪，他看到地方的骨头，不会稍微问一下吗？安安，哎呦，好黑哦！天啊，你会不会怕、啊？还好，又不是我在玩。哦，你好过分。耶。那我就只好一个人。啊啊啊！好黑哦，我觉得这地方好恶心哦。这地方好像什么东西，好像可以对话，又不能对话。直接往前走、欸，会不会遇到什么东西、啊？噔噔噔！哎，还有哎、欸，天啊，不要再来了，拜托啊！天啊！哦，好黑啊，奇怪，没有路了吗？哦，这边。他为什么不讲话？而且没有音乐，拜托！哎、欸，你们不要突然出来好不好？真的是死我了！戒指怎么了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那扇门好可怕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确实，这扇门很诡异，不过也没有其他方法。现在必须找到仪式的举行方法才可以出去，仪式什么的根本是还没有确定的事情吧？没错，但是继续调查总会有知道些什么的。何况在这种地方，什么这里不足前，哎，怎么这里足不前的话，不往前走的话会被恶灵追上的。呜、哦，哇，邪恶！小白月灵弄邪恶。是吗？是，我不该这样子的。我们要怎么回呢？不用怕，我们都会陪戒指，这样听起来比较好。贴心的话哦，嗯哼，抱歉，我也有不对，不该对你这么大声。总之，向前吧。好的，哥哥。哦，自己开门，很主动哎。我直接往前走，没有按自己。Oh no， 他上来了，可是地板都是血，而且还自己走路。蓝，有发现什么吗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可是我觉得很恐怖。这个会发现什么吗？对啊。什么？这是蓝的家？奇怪，他住在地下的，完全不知道吗？摆设完全一样，但感觉不同吗？你现在喷了一大堆的那个血，你居然看不出来？这个女的有点恐怖，满满都是血，好恐怖的地方。哦，现在才知道。感觉鞋子比较正常。对啊，我发现蓝好像不怎么讲话了，有没有觉得？因为男是主角永从来都不讲话，你不知道吗 ？Soga， 呜、哦，你耶，怎么惹？突然有一阵耳鸣，一股很恶心的感觉涌上来。怎么会？呜、哦，你也无了，我也是。还好吧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这比较贴心。没错，这很贴心。不过可能没办法行动。嗯，抱歉，明明应该往前走的，这里果然怪怪的。茄子跟你得先休息，我去找出口吧。后面还有些啊，后面有可以休息的房间，茄子跟你嘞去躺一下吧，请选择哪一个才好呢？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存档，然后又要选择，对，怎么办？这是个，他听说这个游戏有五个不同的那个结局，所以选了一个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那怎么办呢？茄子跟你嘞先休息。后面有可以休息的房间，怎么办？这二选一啊，把他们丢房间不太好，把他们丢这也不太好。把他们绑架走吧，最好的方法。我可以自己加一个吗？拜托。那为什么？怎么办？要让他们先休息，这是个非常难以决定的。这个由你自己决定吧。我在旁边看就好耶。太可恶了，这个选择。茄子跟泥烈在这休息啊，好吧，还是让把他们带到后面的房间休息。Go， 但是感觉后面的气氛也怪怪，你到底要去哪里？这个女的真的是很有意见啊！不是说懒得建议不好，可是我感觉到非常重的灵压，是这样吗？既然茄子都这样说，那还是在这里休息比好。那你干嘛叫我选？你有病吗？选来选去还不是一样？对啊，他还是要在这边休息啊。等一下，来，你要去哪里？找出口。但是这些房间很危险的，一个人的话实在不小心，我一起去吧。所以多了一个泥类，泥类留下来陪茄子，还是都在这附近没问题。要不要带上他？可是如果那个女的放在这边，就女的会有危险。对啊对啊，就让他陪着他吧，反正主角我们控制着 ，OK 的。那就是选第二个喽。选都在这附近没问题啊？不对，第一个吧。对，第一个，要我陪，
戒指吗？这样的状况确实不可能留戒指一个人在这儿。可是蓝，好吧，你嘞，我们一起啊，不对，以我现在的状况，若出了什么状况，也没办法逃跑，会变成拖累你们后腿的状况吧。可是你们意见好多哦，如果是蓝自己的话，若遇到了什么状况，可以马上逃跑的呀。我会在这里照顾戒指，要是出了什么状况，就快点回来。嗯，只好这样了。蓝，一定要小心哦。好，终于又变成孤单一个人了。有没有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啊？好冷哦，救命啊！我现在要找存档点。存档点，求求你，在哪里？嗯，哪边可以存档啊？这里好多好多好多血哦！天哪、啊。嗯，现在是弹钢琴的时候吗？不是。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下面有紫色东西。